一世，阮妈妈一声轻轻的感谢，换阮做恁的靠山。伊那对你看咪款大心的动作无？对小孩子是不是？就是我有什么，我有做什么大事没带就是自从那个事情发生之后，就说因为我台湾有个小工厂啊，他们就是放假的时候会经常到工厂来帮忙做，主动帮忙。对，现在请你用一首歌，好，唱给爸爸听。我要带来这首歌曲，不要哭哦。不会，真的。对，希望我不要哭。来，这是。今日对爸爸，哎呀，这个音乐，什么歌？感谢，爸爸陪我一起喊。三顿饭，甘苦当作菜饭加。伊是阮妈妈，伊的双手比天大，伊的肩胛靠人山，总是笑笑不出声，目屎掺汗吞落巴。为着一家的美满，伊是阮爸爸，一声轻轻的感谢，换阮做恁的靠山，无论春风吹。我想给我爸爸加油一下吼，突然这个话一放下当中，伊是情绪完全表现出来。其实伫个心肝内，可能是平常时啊，男人的吼，较袂甲迄情绪讲出来。是，迄个表达是真困难的。是，但是你的歌声真的是震动了爸爸，看到过去所有的画面了。嗯，是。他对你也许会有很多的歉意。但是你对他的那种感谢，爸爸今天都收到了。那爸爸现在应该以你为傲啊！你现在真的是他的靠山了。对，是。我看吴亦凡在旁边也双眼，我也很想就要泛泪了。